好，今仔日是10月26日，欢迎收看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港府呼吁讲，爱让丹东家来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丹东家若入境，就会甲抓起来。苗栗有民众夜倒啊，含人冤家，警方挂新马的风挂手落啊，顺利甲伊压制。第17届的台湾冬季游行，今仔日下晡正式伫台北上场。丹东家案引起咱台湾和香港政治大扯饼，港府伫咧二恶案，呼吁伫咧台湾着爱清除丹东家入境台湾的阻碍。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是讲，丹东家若入境，着甲抓起来。另外，因为今仔日丹东文投诉，苏贞昌是回击讲，万应九和伊的朋友拢替维权在服务，哪有迄个面搁咧讲人权？丹东家案引发台湾甲香港政治竞争，港府一个案发出声明表示，已经甲台湾联络，呼吁台湾赶紧扫除丹东家来台湾的障碍，或代志回归司法处理，嘛好尽牵涉任何政治操作。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回应表示，台湾政府的态度较大不变。说要来也还没有来，所以一切都是香港政府在变，台湾政府始终没变。只要他一来，我们一定立刻逮捕法办。因为方向讲，丹东家有可能伫第三天后才会到案，佫会由前总统马英九的朋友律师丹东文辩护。苏贞昌批评是魔鬼现行，丹东文是投诉媒体反击，刑事被告有受辩护的权利，只是苏贞昌袂记得法律人的誓言，结果再度和苏贞昌呛攻，佮有民公人权。为受国民党威权打压的政治犯的人权争取公平审判的时候，马英九和马友友们都是站在我的对立面，都是为威权服务，吃香喝辣，今天还有那个脸来讲人权。对苏贞昌魔鬼的讲法，内政部长齐国勇嘛，到时候当面强调讲，不是基督徒是魔鬼，是过程当中是不是有政治操作？不要误会苏院长的话，苏院长不是指律师是魔鬼，更不会说律师事务所是魔鬼，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哈。他是讲大概里面的这些整个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政治操作等等这些，他指的是这个。对和香港方面的联络，齐国勇指出，已经成立一个小组，建立对话的管道，处理丹东甲案后续问题和进行相关的规划。刘议会是回应目前计划也不清楚，港府的执政感和相关真正的意愿是本案唯一的关键。香港不需要加讲，做就好。记者综合报道。丹东甲案和纳力双方是直直互相呛声，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讲出魔鬼现行的话，和国民党是气甲掉脚蹬地。前总统马英九认为，外界含伊甲律师陈中文牵做伙实在是莫名其妙，佮批评苏贞昌心思不正。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是希望讲，苏贞昌会当甲魔鬼这两字收倒转去。但东家案继续咧传，有风声讲前总统马英九的好朋友律师陈中文会为伊辩护。行政院长苏贞昌个批评讲，只要行一节，魔鬼个现行。这话一讲出来，风波愈来愈大。再去陪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扫街拜票的前总统马英九个呛声苏贞昌，无适合做行政院长。陈昌文是办什么案子？我怎么知道呢？跟我什么关系呢？这真是莫名其妙。我觉得这个苏院长讲这种话啊。还说我是魔鬼，他这个是心术不正啊，信口开河，是非常非常不好。所以我觉得他已经不适任当前的院长，应该赶快辞职。马英九办公室嘛发出新闻稿批评苏贞昌一个骗性命的人，讲的话敢够有人要信？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嘛认为苏贞昌话讲了伤过当，希望伊会当把话收倒转去。我希望苏先生如果真的讲这句话，能够把这两个字把它收回去。收回去并没有让他自己会瘦一公斤或者会矮一公分，反而人格跟被尊重的程度会可能有一点把疗伤有这个效果。国民党对外要对抗魔鬼的讲法，对内要面对无分区立委名单的扯饼。有风声，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阵营要求党中央提供三分之一的名额。吴敦义坦白讲，韩国瑜有提供一挂人选，伊拢会做回考虑。韩国瑜竞选发言人叶文芝是讲，尊重党中央。针对不分区名单交换过意见，
但主要是因为不分区的名单，它会牵动到整个选战。但名单的话，就一切尊重党中央的安排了，对不对？韩国瑜国政顾问团成员苏启下晡出席活动时中访问到，韩国瑜取消访美的行程了后，敢有其他出访的计划？伊回应讲暂时无，因为无时间。台湾还有真侪所在无去过，爱把时间留伫台湾，争取更加侪选票。记者台北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天日是去台中走行程，针对韩国瑜讲政府要出钱补助大学生、研究生免费出国游学一年，蔡总统嘛提醒讲，机票开愈大张是会愈高跳票，啊那偌清掉，明仔载是开始复选，头一站先去彰化。去台中出席全国中学生学员会成立大会，总统蔡英文求连任，积极经营中台湾。面对国民党对手韩国瑜最近提出要政府出钱予大学研究生出国免费游学一冬，蔡英文提醒机票开愈大，跳票可能性愈高。我是觉得已经是总统候选人了哈，要讲政策的话，一定要先经过一个比较完整的评估跟规划哈，要不然支票开越大，将来跳票的可能性越大。另外，对行政院长苏贞昌在立法院答询的时阵，针对死刑议题强调，有的罪恶天地不容，死刑既然判决定案，就该执行，再度引起死刑尊贵的讨论。蔡总统也表示赞成苏贞昌，这就是目前整个行政体系的态度。那其实他的态度就是我们整个行政体系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在现行体制下我们执法会非常的严谨跟谨慎。蔡英文积极呼算，面对蔡老婆的问题，赶快强调会伫咧上适当的时间提出上好的组合。进行政定大清第二次都要启动呼算列车，头一站会去彰化，韩总统分进合集，强调选情较正大的会较大型呼算。那未来呢，会特别针对民进党的立委来予以辅选，会针对包括在立法院表现不错。而且呢，他也许是因为选票的结构让他比较吃力的地方，这个我会优先来进行辅选。面对前总统陈水扁也了讲，臭头皮早就已经确定，大清德敢那笑笑讲多谢，真侪人都有家己的看法，我无评论，是毋是要担任副手，嘛是无讲。记者综合报道。将立法院长王金平昨个别立法院，不过后一步的计划是还未公布。另外，因为伊的地方基层实力真好，即阵是风声，亲民党想要和伊合作。顶波台北市长郭文铁就学了王金平伫咧政坛的人面是真快，这嘛是王金平上大的资产。代表台湾民众党要选信义南翔三选区立委的蔡宜芳，早起成立竞选办公室，嘛是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铁，甲英林基金会执行长刘幼彤两个人拢有到场。对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前一天告别立法院的时阵，有传出亲民党为着立委选情，当作是受挫辱，有意思要甲王金平合作。郭文铁认为这是咧放风声。可能性很低嘛，我猜这个也是像这个典型的放风声啊。过去四十年来，台湾政治里的没有人脉比他广的了。外公，他那个就是他最大的资产了。民众党要借重他的陆军力量吗？哎，这个常常这样的，可以帮多少算多少。是不是会推荐不知道，不是代替的问题，是我推荐的问题。那有没有跟宋楚瑜来做这个联系，或是都有已经有接触了？未来总是会有机会见面嘛。今日甲亲民党合作，王金平无正面回应，但是伊的地方基层实力加在，若是网络上较高的郭文铁会当甲伊合作，会有机会优待台湾民众党的立委选情。但是两个人敢是有机会合作，郭文铁话唔敢讲甲询问，顶多是对总统蔡英文讲国会过半，总统较好做代志，提出三党无过半的郭文铁，敢若无安尼想。2000年到现在，两个党都曾经完全执政了啊，结果你们看到什么？如果要下赌盘，应该是猜明年的投票率。我是估计66%以下，因为2016都66%，没有理由这一次会比66%的高。在比66%低的状态下，坦白讲，这对小党相当不利，特别是对民众党。国民党指出，每年大选愿意投票的选民，因哪里的支持者较侪。讨厌民进党甲讨厌国民党的选民，有真侪是同款遐的人。台湾民众党的国会是处，敢无法度抢冠，阁爱看安怎刺激中间选民行出来投票。记者郭彩干、张国良台北报道。苗栗县有民众伫咧二二暗迄天，夜倒啊和朋友去冤家。苗栗警方是赶到位，随挂新买的防挂手镯啊，甲倒啊抢过来，顺利压制。不过部分的环境，因是感觉讲，嫌金仔水是比防挂手镯啊更加安全。
警察接到报案，赶紧赶到现场，这十八人的情绪真激动，提着刀啊，甲朋友在冤家，警方先给安打一下。怎么啦？也不堪落恩鸟鸟。完了，这十八人有进一步的伤害行为，甲这十八人暂时扣掉咧。也毋过伊手要提着刀啊，警方这时阵用棍啊给拍落去，上来赶紧甲刀啊放伫边啊。所以他扬言啊拿个刀子，那我们第一时间把他带回来做一个管束。警方紧紧把刀啊抢过来解除危机，就是靠这双防刮手套，戴着手套了后能保护双手，清脆玻璃也唔惊。面临拿刀的歹徒时，也是配合其他用具来使用。就是做了一个保障，对不对？然后我们是不是把它打的刀子打下来以后，我们要赶快把，对不对？把刀子推开啊。因为今年七月发生在嘉义的黑车顶面台警察案件，苗栗警方八月卖了886箱的防刮手套，希望避免基层警察在处理冤家相拍也是纠纷时，让野道嫌犯伤到。也过有基层的警察认为，也是环境水开始用。啊，辣椒水也是还可以有一段距离，就是比那个你就不必太接近它，一喷就可以喷到，但是就是近距离。他拿什么刀出来，你有时候他刀是藏着，你没有看到。还是美工刀那个很小，那个就很利，比较能够防不胜防啊。退休的警察讲，面对冲突，确认对方有攻击的行为时，警方就用采取必要措施，离环球安水沿岸避免警棍来接触，相对较安全。防刮手套入油虽然真好，不过使用时机跟安装使用应该建立更加完整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佮发生救护的争议，高雄市有一个妇人人因为血压呛到223，家属赶紧叫救护车，不过这救护员是无愿意把患者送去家属指定的病院，消防局事后就检讨讲，这两名救护员的应对无啥适当，决定要甲因调职。救护员入去诊所，倒伫个边个一名太太，同时血压悬到223，诊所建议家属送医，但救护员烦恼有危险，建议就近就好。家属却坚持要送去平常时就近的病院。消防坚持几分钟以后，家属生气，决定家己送。因为我太太从以前都在龙总了，我说那麻烦你帮我送龙总行不行？因为毕竟有一些重大疾病。还是要选择比较大的医院。同时，家属也有打电话给市议员，希望帮忙参详。因此，救护取消以后，议员也有要求消防局了解敢有缺失。消防局认定两名救护员应对不当。如果说他的病历是在那边，是属于适当的一个医院的话，我们是可以请他在我们的救护记录表里面，做拒绝，因为我们有跟他说明说，这个如果说送比较远的话，他的危险性。消防局澄清，明文规定就近不一定适当，但是病患的症头甲过去的病史有关系，确实会使送有病例的指定病院。而且认定这两名救护员唔对，并唔是予医院施压。但就在指定医院或者是要跨区送医这件事情上，它其实是会影响到在同个区域其他的案件发生的时候，其实会排挤到他们的医疗资源。但消防员宽容促进会反对跨区甲指定送医，认为应该就近送医交予医生判断。对两名队员一竿同转调毛疑问，消防局强调是调去救护量较大，但是绩效较好的分队，予因磨练救护技术。记者王刚参林兆宽高雄报道。再来关心学生的消息，司法院昨暗是针对学生的权益做出解说，学生若因为学校咧教育管理的时，遭受到无适当也是违法的侵害，就会使提起行政的诉讼。永过是敢若大学生被退学，会当提起这种行政的救济，即摆是扩展到中小学的学生，这嘛是一个打破校园特别权利关系的新突破。服装仪容无合规定，学生有可能按学校规定记警告，但是即马敢那会当申诉再申诉。因为我们在做学生自治，我们会看到很多案例是，比如说学校教官啦、或是甚至校方对他们可能小至罚站啊、大至警告啊，甚至小过大过等等。的确有申诉管道，可是一般学生不会主动去了，没有办法主动去了解。当法官伫咧民国100年是做出解说，放宽大学生会当伫咧退学以外，对侵害受教权甲其他基本权利的处分或者是措施，提出行政诉讼。25阁做出第784号解说，人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阵，必须予因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按正当法律程序公平审判。才会当马上有效救济的机会，袂使因为身份的无同就无。就某种程度就恢复，就是说让我们去肯认说，中小学以下的学生，他基本上在法律上也跟一般的人民一样，享有一定的
申诉救济的权利。校园内底特别权利关系被打破，扩大到中小学学生，戴孝明这个团体认为是真大的突破。教育部表示，这个解说会更加提醒学校去注意定规定的时阵，敢有适合。包括程序正义啊，比如说你要让他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就是你要处分他。第二，你的规定的定见。戴孝明指出，中小学学生因为还未成年，未来会当由法定代理人来提诉讼。立案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学校相关的法令若是侵害自由甲人格发展，就要修正，嘛参考学生意见提供申诉救济程序。记者综合报道。今年七月份，全国跆拳道协会内部是逼出了争议，互体育署警告限期改善。理事会伫咧下晡嘛召开罢免理事长吴亮平的会议，落尾是过三分两通过这站罢免案。报道签名入去会场，全国跆拳道协会的理事准备要召开罢免理事长吴亮平的理事会，内政部和体育署嘛派员去现场了解。程序上面之前报就是开会通知，还有这些指定召集人都已经完成程序。那今天的话，重点就是出席人数要过半，然后要过半人数出席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这样罢免才会通过。这两届理事会一届个人技术性组动无效的，一届是无法度入去协会。理事会这届全好才来，35位理事有27位超过半数出席，并且针对罢免案投票，结果3张的废票，2张无同意，22张同意，超过2/3的票数通过罢免案。我们所有理事，包含我个人，也拿出最大的魄力与勇气，我们再也不甘休于这个理事长本身的这个违法乱纪。知影理事会通过罢免案，吴亮平进步办回应：二九道理事会这场会是临时召开的，无下听书。要讲罢免就讲罢免，罢免也是一定要有道理嘛，有理由嘛，对不对？从头到尾，我只是知道我出钱就是在帮跆拳道而已。对，我一毛钱也无甲去讲帮三大赛，我没有去碰。吴亮平嘛，再次为荷兰讲贪污的代志感觉真冤枉，讲针对罢免案可以采取救济。啊，不过体育署表示，理事会合法召开罢免有效，协会就要伫咧一个月内完成改选，并且将名单上诉查毕。记者综合报道。今麦咱来关心美国一帮大联盟的消息。自外卡一路拍入世界大赛，华盛顿国民队连续赢2场，才回来华府进行。也是当地人86栋，搁成做世界大赛的主场。不过国民队的第三战，却是以1-4输去。如果 A 美国华府，大家无分党派，全部拢甲政治的纷纷扰扰等一边，就连当地的警官嘛，对国民队的无啊，因为这是美国这帮大人民的世界大赛，过86栋了后，头一届登来这个所在，民众的欢喜拢看得出来。带着2-0优势登来的国民队，面对休斯顿太空人，中国野手罗布雷斯小连耍精彩的守备，和国民队无失去分数。That's in the center. Back is Rome.第二三局，太空人靠小连续安打拢摕到一分，比数正做2-0。四局下半局，国伦到罗布雷斯上场。That is fair past third, past Bregman, taken for third Zimmerman. They bring him around and in on a triple to make it 2-1.但是太空人队伫咧5-6又阁摕到分数，比分又开大概10-1。国民队总教练马丁尼兹表示，各大界队包顶冠有人，但是欠缺适时安打，这场输了淡薄仔无彩。I truly believe, you know, we had opportunities today. We've been doing really well, driving in runs with momentum scoring position. It just didn't happen today. So we'll come back tomorrow. You have to earn.Everything you have against them and take opportunities when they present themselves. And I think our guys came into the game with a great mindset. I said that before that. And then I think we just went out and played.
今日美国部的分析指出，国民队虽然各有两胜一败的优势，但是只要太空人队的攻击火力豆豆发挥出来，刷到来两场的主场，国民队不一定会当占到便宜。在双方先发投手都有可能出状况的前提之下，两队的牛棚都必须要神经线加一难。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际的消息。日本少年山受到风台侵袭，即阵啊，阁有大水雨，予当日本的千叶县伫咧半工就落尾一个月的总雨量，目前造成八人死亡，两个人失踪。啊，那美国加州即马是发生森林大火，现在烧起的面积有台北市的三分之一。这是美国西部时间第四天，所罗马附近山区森林野火进行，大火伫咧暗暝中看起来是更加恐怖。其实不但是加州的中北部，火也烧到南边的洛杉矶地区，火场总面积到8800公顷左右。加州州政府宣布正在紧急状态，已经有差不多500名的居民被要求撤离。警消单位也提醒要被撤离的民众，不能因为无看到火就随便出门。We're expecting stronger winds tonight into tomorrow morning. Do not be lulled by the fact that you may not see open flames right now.Because there are plenty of hot spots out in the incident. 为着庆祝同性婚姻合法，第十七届的台湾冬季游行伫今仔日上场。冬季冰款运动者纪嘉伟嘛穿七彩的衫现身，也有不少家长带囡仔同齐上街头。因拢是希望咱台湾的性平教育会使落实，继续提升。台湾同志游行正式出发。由着由七色的家具组成的庆第十七届冬季游行正式登场，并且以彩虹行动车领队，首先出发的红色大队由台湾冬季自选热线协会领军，而身穿彩虹衫的冬季冰款运动者纪嘉伟，游行进程接受访问时讲，欢喜看到台湾通过同婚法，也过性别平等教育，有关需要来提升。性平教育、跨国婚姻都继续要努力。如果说是小孩子自己到校外去，那学到的都是很多都是不正确的内容。阻止学校教啊，其实是要把自己的小孩推进火坑。要父母带着囡仔到底来游行，家长认同学校教育应该加入加落实更加多性别平等的观念。不要那么刻意的分男生女生啊，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这样可以玩到的玩具不就少了一半吗？就变成说女生的，他们好像就不会去选择，因为他就觉得那是女生的这样子，就比较局限他们对性别想象。对对对。不少人真用心打扮来游行，展现身材，要来自香港民众跳港穿着白色的新娘衫，希望有一天香港也跟台湾同款。香港现在还没可以，所以我希望香港也可以。你会羡慕台湾现在这样吗？会。游行队伍内底有一挂人拿着红色雨伞，替爱滋病人来讲话。爱滋病一工作者讲，希望替因去除这个不好名声，争取更加多应该有的权益。长照的法令里面，对于艾滋感染者来讲，他们如果要去那安养机构等等的，可能都必须要暴露他的身份。可是有些安养机构可能就不会让这样子的感染者入住了。游行队伍对台北市政府前空场出发，沿着中号东路到凯道，游行的路线有5.5公里遐长，超过200队的队伍加入。主办单位用冬季好处边真侪考核，呼吁社会对无同性倾向的人，拢会有相款的理解，也够尊重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你定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20度到29度，中部地区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21度到28度。宜兰地区20度到28度。新闻最后带您来美国的纽约看花艺设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